如果你是伤心，就跟我说 ，Oh yeah！ 如果你很快乐，你就跟我说 ，Oh yeah！ 大家一起唱歌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，你就跟我说 ，Oh yeah！ 生日快乐！零五三三，我是零一，今天是我生日，我要画我生日蛋糕图案，妈妈说要轻轻的画。下次要卷起来哟。我要画一只蝴蝶，蝴蝶，蝴蝶怎么画呢？我理想中的蝴蝶。你的那个嘛，条纹，不要画条纹啊，没关系。拿起来，对。我裙子伸到我的下面，啊，小心你的手，袖子也用到了，你袖子用到了，啊，来，先等，好了，好，这样就好了哈，画好了呀，可以吃吗？可以啊，好，袖子不要再睁大了，好了，那你要写什么？你要写字吗？不用，我喜欢我的配件是小蛋，明天我生日，我会出现两篇蓝皮的字节，拜拜。啊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蝴蝶。蝴蝶，猫咪画的蝴蝶啊。蝴蝶的头吗？啊，那也可以。切第一刀就好了。布丁，为什么没有布丁？姐姐，你拿去。有，在这边。布丁。那么你刚才许什么愿望？你可以说一个啊。说淘宝木羊羊羊。淘宝路跟刚才许的是同一个愿望，对不对？那就有一个愿望不用说啊。我知道你许的是世界和平。然后呢？妹妹，你生日礼物要那一本哈、哦。对。好。你刚才说要挂沙画几张？沙画。十张是不是？五张。五张啊、哦，不是十张吗？五张对啊。我可以跟你十张没关系。沙画五张，刮画五张嘛。一张，两张，三张。好恐怖！人面桃花。四张，五张对不对？蝴蝶、蜜蜂，六张，飞机眼镜，七张。还要吗？再三张刮画好不好？
浪费太多礼物了。五位。八张。九张。十张，这样可以吗？可以。可以好。很多礼物。不是南瓜汤吗？不是一开始都会先庆生吗？是最后。嗯，吃到甜点的时候。嗯。先做好这样变成这种。来，小树屋啊。比你当小树的声音，哪里的一下也是这样，也是这样，是啊、哦。人家喜欢甜的，人家喜欢巧克力，巧克力就甜的。想要什么？还有嘘嘘，他好像会发电吗？它剩一半。嗯。真的有吗？我不能喝。慢一点。妈妈在问你。哎呦，谢谢。谢谢。一只鲶鱼圈。他帮我们两个也要自拍。帮我们两个拍。帮鱼跟你拍呀。动作。三，哎，抓到了。当然，老板鱼不要拍。知道吗？跟别人问过对不对？嗯、啊！我那天金鱼是那个，都是鱼。妈咪，你要不要鱼？不要。要不要鱼？因为它下面有点。金枪鱼的鱼头一样。哈哈。嗯。三三。三到姐姐，姐姐又不喝对不对？活动三南瓜，先拿八只鸡，然后。爸爸，开头是。我又忘记了。忘记什么？相思，相思怎么念呢、啊？啊？相思怎么念？什么僵尸呀？相思，一个唐诗。相思啊。红豆生南国，春来发几枝。愿君。哦，愿君，愿君多采撷。撷。此物最相思。那小小松嘞？嗯，小松我就不知道。小松出宿此，可未有直升机，停机旁边立。未有直升机啊？未有直升机。直升机啊？对吧？妈妈，炸弹团，炸弹团很简单啊，拿一颗炸弹在饭团上面，然后扔一蹦。给我吃掉啊！乌龙面有没有人要吃啊？没吃到。不跟你外交的。重重。别吃。这样可以吗？衣服棉线掉。Thank you.
声，零零零的动作。很像马吉的那个，就小时候会吃的。对，小时候吃的那种，那叫。但我不敢吃。黄豆腐。开红豆泥。我要的是冰淇淋。有点。啊，这芝麻好好吃哦。哎，这很好吃的，黑糖的。我觉得那芝麻好好吃。那里面还有红豆吗？对啊。没有吧？云嘴里面有红豆吗？对啊，这个就是红豆。有吗？有啊。背向墙壁，我再帮我们拍过去比较好看一点。妹妹要戴帽子，不好意思。我以前你还不敢戴这个帽子，不想。为什么用我在？要帮我上生日快乐吗？要。好，那先帮我上掉吧。你想要听一般版的还是淘宝屋特别版的？你要听正常的还是特别版的？特别版，特别版的吗？那特别版，他听到欧耶的时候，把我手举起来喊欧耶，这样就可以了。一二三，如果你是伤心，就跟我说欧耶；如果你很快乐，你就跟我说欧耶。大家一起唱歌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，你就跟我说欧耶，生日快乐。妈妈，帮我拍照哦，谢谢。来，来，三、二、一，再一张哦，来，三镜头，三、二、一，谢谢，好，要先要再拍吗？好。三镜头，来，三、二、一，再一张，来，三、二、一。好，看一下可不可以？谢谢。OK 了，可以了，可以。好，谢谢。帮你点蜡烛许愿。来点蜡烛。那你许完愿就可以吹起蜡烛了，谢谢。你可以跟多多讲。妈妈，你可以来吃。我看完几下。八岁，八岁了。八岁了。哎，刚刚好八岁了哈。啊，姐姐两岁。我八岁了。然后我看一下他这本。一二三四，哎，刚好八哎。这是应该是冰淇淋。还有那个布丁。要有蜡烛的，要有蜡烛。看不到蜡烛啊！等等，妈妈帮他蜡烛弄起来。三个一只手。一手放后面啊。来三，看爸爸下一个，下一个哦，可以。啊？眼睛都被盖住。眼睛都被盖住。很可爱，很可爱。爸爸八岁而已。对啊，爸爸戴帽子都很好看。